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为了迎战2018年县市长选举，国民党将推出梦幻名单应战。根据联合报报道，六都人选中，由立委蒋万安、新北副市长侯友宜迎战双北，上届挑战桃园失利的吴志扬则是再度出征，立委江启臣迎战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分别由前立委高思博、高市党部主委韩国瑜出战。对于这份名单，党务人士表示，党提名方式主要是采三小定位锁定合适人选，再依据口碑、党内高层观察后产生。不过这些人选要获得提名，还是得先表达参选意愿，并从初选民调脱颖而出。党务高层指出，党主席吴敦义从上周起以个别约见党籍立委面谈，以掌握党内地方状况，也有立县市长、布局等立委约见结束，党内将正式展开各选区民调，客观理解人选之实力。